好，呢一首歌咧就係咩109，哎呀 ，Grace Lee 咧校長109組別嘅，咁而家就彈呢一個位置 ，Aden 你準備好未？即係彈呢一個咧，咁佢有啲休止符咧，有休止符喺依度啦，下面左手就冇嘅，咁而家就示範下 Aden 咧，由 Aden 示範點樣做呢一個技巧啦，上落得未？得未？試下咯喎 ，OK， 快啲啦，開始，隻手擺邊度啊？係，咁你試下喎，咁呢個右手啦，同埋個左手，係啦，得未？係啦，咁一個咧係嗱，咁佢咧佢咁樣嘅，右手係有個休止符係咪？左手就冇嘅，咁所以點樣做咧？示範啦喎，由呢度開始啦，我哋由呢度開始啦，係啦，慢慢嚟，邊只拎起係啦，慢慢嚟啊，再嚟個，有啲音彈錯咗，小心啲，第一次，慢啲，慢啲，再嚟個，係啦，跟住慢啲，跟住。再一个，唔紧要，慢慢嚟，慢啲，慢啲，慢啲，头先咁样得噶啦 ，A 喺度啦 ，OK， 再慢啲 ，one and two， 左手揿实系啦，系，跟住系啦，一个起一个唔起咯 ，yes， 跟住系啦，跟住弹埋呢个啦 ，maybe five， 哇够，冇错够 ，OK， 哇够冇错 ，OK 喎，做得几好啊，得噶啦，得 OK 啦，唔使啦，弹埋后面就上，唉。OK 好啦，咁呢個好嘢，唔該曬。哇，到下面呢一個啦喎，就調轉咗，變咗左手係一個咩啊？休止符啦。OK， 即係左手要拎起，右手要撳住。咁即係點咧？試一試喎 ，Aden 同佢哋喎，慢啲啊。係啦，成功嘅。係啦，練咗好耐，我哋用咗成堂啊，跟住係啦，係有成果。哎呀，慢慢嚟。係啦 ，Yes 係啦，係跟住。慢慢系啦，唔好急，慢協調到系啊，左手拎起，系啦，好嘢，唔該曬，好啦，好，拜拜。